我来这老板大气啊！我看你们视频说挺能喝的。完了，名声在外了，名声在外了。你就这么吃啊？那后面人吃多开心！来，无能塞子，来，馅儿一个，馅儿啊，拿清酒馅儿，快点，这多少度？我先看看，13.5度啊，那你当啤酒来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这点度。你今天你说为什么目的？我本来我就想请你吃点好吃的吧，你这好像有点要换我的意思。我灌完你晚上半夜有着落了，你晚上安排安排。啊，那继续这呗，继续吃，应该给你烤秃噜皮。哎，你家有一条烤串吗？没有，没有串啊，没有串啊，老，我去打我点串啊。没事，我一会儿拿筷子把它穿上，不就串了吗？行，用你负责穿啊。行，真炫呐，炫。哎，我水果味儿，我喝一口你炫的。没啥这个味儿的，我请你，你炫了，我这是石榴味儿的。你俩来吃吗？我水蜜桃味的。来，不好喝的。炫呢？来，扯肉吧，扯肉，吹大发了。我真的，我这边有好多就是带我出来吃肉的小伙伴。今天是阿俩带我又来哈勒尔。这个地方我为啥给你推荐了？这个跟咱们别的地方烤肉不一样。嗯，你吃出来了？反正挺都挺好吃。你看它这个肉，啊，它是没有腌的，没腌。一般的烤肉店它都是各种佐料都是腌制的，这个就让你纯纯的就吃它的。肉的鲜美的那个味儿，看着挺不错的。怎么样？这牛是分部位的吗？还是就是雪花牛啊？分部位。加了点酒，老板，大家尝一尝。哇，这老板大气啊！我看你们视频说挺能喝的。完了，名声在外了，这能喝也不能挣这么老多啊！挺好吃的，真不错，你这哎。可是那个牛肉都是原味儿的，原味牛肉啊！对对对，我说的嘛，好像吃着哪不太一样嘞。一下给我们上来这么多肉，那你这也太多了，就要灌死我们！告诉你，没人付钱啊！不是，掺酒容易上头啊。这个饭店主要有一个标志的那个长，有个帅老板。帅老板，对，谢谢。这就给我们了啊！给你们了，老板让你多喝点儿。我这盘里是几种肉啊？就是一种、两种、三种、四种，那几种不一样的肉，它蘸料也挺多。这个酱汁吗？嗯，我一直以为这样的肉会很柴，但是水分很大。该吃这方面卡了吧？油滋的雪花肉，我感觉好像没有你不爱吃这块儿呢。这圈是肥肉相间的啊！你发现了吗？以后请好老板就得吃点素菜啥的，你不能在这待吃肉，请不起啊！看着这，家长就一直向我吃菜的。